辅导会主任委员赵居玉今天下午6点钟在荣工处亲自颁授队旗给荣工篮球队，由领队王宇生亲自代表接受。荣工篮球队将在本月5号从台北飞往新加坡，参加新加坡的独立杯篮球邀请赛。在场观礼的还有严庆林等有关的人士。赵居玉在授旗之后曾经致辞勉励他们出国之后要为国争光。这是荣工队今年第4次参加新加坡独立杯的国际篮球邀请赛。民国57年，荣工队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就获得了冠军。58年，他们屈居亚军，但是到59年，又以6战6胜的不败纪录，要登了冠军王座。荣工队今年除了原先队中的主将之外，另外还邀请了玉龙的好手吴建国和江皮富，以及飞陀名将王承先。